NBA 现在目前呢仍然还在封馆当中，老师双方呢都还在进行协商，让许多篮球迷呢都没有球赛可以看，真的非常可惜哦。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玩玩这款篮球豆，在游戏的世界内呢可以挑战一些高难度的后仰跳投或者是灌篮之类的，还蛮刺激蛮好玩的哦，可以排解一下没有 NBA 可以看的遗憾。大宇资讯宣布将推出由西班牙游戏大厂 Big Ten 自行研发制作，并勇夺2011欧洲最佳线上游戏奖的篮球豆，后仰跳投、跨篮暴扣、大号三分球，经典特效均成为游戏特色之一。游戏中主宰整个球队生死的我们，可以靠一己之力扭转胜负，成为球场英雄。除此之外，美式嘻哈夸张风格与超炫招式让玩家在游戏中乐趣无穷，成就感十足。不仅适合三五好友相接尬球，与世界各地在线玩家对战 PK 更是平常，动动手指头就能成为顶级球星，人人都可以是篮球大帝。游戏将于年底与台港澳与玩家们见面。